你又在厨房捣鼓什么了？我给俺妈做点那个卤蛋，你挺喜欢吃的啊，我平时家里面弄给你吃。你会弄啊？哎呀，专门给俺妈学的，只要你想吃，我就会弄，这么简单。哎呀，学姐最好了。看，这新鲜大萝卜好不好？好。弄了这么两家好卖的。萝卜给它洗洗干净。切这么弄差不多了，下面就是腌这个萝卜。我妈说了一定要先放油再放盐，要不然的话水分就被盐腌出来了。放完油之后给它抓抓，再放我们的盐。 OK， 再来勺鸡精，一点胡椒粉，再来点白糖，再给它抓抓。下面就到了和面环节，一勺，两勺，三勺，慢慢加水，下面就给它一直揉啊揉就行了，大概就跟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标准那三光政策，手光、盆光、面光，给它醒半个小时。我说这玩意怎么那么安静呢？自己在马桶上睡着了，该跑到屋里去啊！你不死？我也是醉了，在那里睡不好啊！啊？在哪朵这睡着？你家儿子真的有睡吃妈妈香哦，睡妈也妈香哦啊，妈都让睡着了嘞。给他睡啊，走走走走，我们走到这里，走走走。我把我们俩最大的面盘拿过来了，还有一个那么大的擀面杖，哼，先来一层面，新好的面团了，给他取，哎呦喂，取下来，给他揉吧揉吧，擀面杖上也抹点生面。是干，说起实话我真没擀过面，在家里面拿做个面似的，擀得越薄越好。我记得俺妈擀面条是这样擀的，这样可能擀得快一点，厚的地方就不擀了，给它拽拽吧，拽拽它就不一样。呀，谁叫你的啊？印度北冥老师教我的。下面就把咱们腌好的萝卜给它平摊在这么大个饼上，一定要给它弄均匀一点，确保每个地方都有萝卜，然后葱一别，慢慢的给它卷。我感觉这玩意不应该叫萝卜丝卷，应该叫萝卜丝千层。哎呀，唯一点就是这玩意里面没有肉，有肉就好了，太完美了。从中间给它切开，看是不是挺漂亮的，切成个三厘米的小段就行了。给它全部摆在上面。先蒸一锅，先给它蒸25分钟，剩下的卷子放在电饼铛上面做那个香煎的，表面再给它刷一层油，等一下做好的又香又酥，一口一个嘎吱嘎吱脆，给它烙吧，烙了5分钟，我们给它翻个个。哇，好香啊。翻完面之后浇点水给它盖起来，把里面给它焖熟，这样的话就是外焦里嫩，老香了。等里面没有塔瓦炸的时候，说明里面已经好了。开锅，哇，外焦里嫩的，这个看起来馋人不？这玩意一顿我能吃5个。行啦，看爸爸带什么好吃给你吃的。行啦，来来，爸抱来。啊，妈做好就给你吃。哦，不哭不哭不哭。妈妈，要妈妈，嗯，不要爸爸，小孩都跟妈去。这个蒸锅里边萝卜卷应该也熟了。哦，熟了，烫熟了，快快吃吧。哇，刚睡你都知道吃了，一个菜2份主食。哇，好喝，这个外焦里嫩。从中间撕开，夹的这个肉，它不就变成肉夹馍了吗？啊，这样吃，你这个辣不能吃，你吃奶奶那个吧。嗯，真好吃，哇，超棒。真好吃。好吧。嗯。哇。完美。这个才是小吃货，再来一个整的，这个没有那个香。但是比那个嫩，
可烟吃的。俺这边没有这个做法，瞬间你要想要饭吃，我走你吃。越会做，然后越做。哎，我弄。你弄啊？你看，现在给他弄。你会吗？会啊。你就会吃，你还会干什么啊？会调皮。俺那边靠近山东，从小就吃面食，妈都变着法样给我们弄萝卜菜卷子啊、油饼啊、煎饼。你要换吃，我们家里以后经常做就行了。好吃。好吃。嗯，好吃。好吃。你吃就吃，你还补什么？